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恩师台长师父。感恩师父，我帮我看一个66年的马。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男的女的？我自己本人。啊，66年的马。看到了，想看什么讲吧。师父，我曾经被人下了杠头，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了。看看啊。好，是个男的给你下杠头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当初我不要看，那个人找了人非要把我看，后来看了就生不如死。你知道吗？他拿你的灵魂呐、玩呐、是的，师父啊，我就是玩你的灵魂、玩你的肉体，用灵魂玩你的肉体，听得懂了不啦？是的，是的，师父、在梦里我都梦到。在梦里啊，在梦里他就搞你啊，听不懂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们记住了，不要随随便便去得罪人，也不要随随便便去接受别人。是的，师父，当初我没学佛，没有遇到心灵法门，不懂，走了很多歪路，受吃了很多苦。现在这个杠头基本上很淡了，也不会对你影响太大，你不要太想的太多，只是晚上还经常让你做些噩梦，听得懂吗？是的，师父，现在我两腿没力，这里脖子里还有很多东西。左面，左脖子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在你眼睛上，他也给你安东西了。对对对，有时候眼睛都好像撑不住。看也看不见。对对。而且眼睛干得不得了。是的，是的。这里发热。对对对，有时候经常没神。听得懂了吗？你现在赶紧念大悲咒啊，一天念几遍啊？49。然后你要跟观世音菩萨讲的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，让我消掉我身上的杠头。好吧，好。如果你知道这个男的，最好把他名字都报出来。名字我知道，他姓王，不知道全名。你现在不要报啊。对不起，师父。对不对啊？你好好念大悲咒，小房子给他还掉吧。师父啊，我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一共彻底把叫他把杠头，你把他挡掉，挡出去的话，84张。84张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你们，不是完全都是他的错。你在跟他交往当中，你也有错，因为现在他告诉我说，你有好几次讲话没有信用，答应他的事情没有做。师父是这样，当初就是不要跟我讲理由啊。对对对，不错，你要这样的话、我晚上叫他跟你来、自己到梦里来跟你讲理由。对不起，还这个样那个样了、他现在讲你不好嘛，你就好好改嘛就好了。忏悔忏悔，对不起。还这个样还讲道理了，你跟这种人去讲道理啊？他杠头都给你下上去了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师父。差点脑子都坏掉。是的，是的。神经病了已经。对对。要么不好。对对，当初浑身不好，一个礼拜都没法睡，连续几年。好了。是菩萨救了我，念经之后慢慢好起来。你现在记住了，你继续念，继续还债就好了。好了。好。好吗？感恩师父，我放生要多少条鱼？放生要1300条。1300条，好。好了。师父、帮我看一个。95年的猪，一个男的，现在在精神病院，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哎呀，这后脑啊，这灵性在他后脑啊，哎呦，这个精神病人呐、我告诉你，稍微有点动作的，很喜欢做动作，听得懂吗？赶快500张。500张。好了。好，感恩师父。好了，师父，请师父慈悲。好了，再帮我，没时间了。再帮我看一个，周淑琴的妈妈现在在哪里？
我怎么知道收竹琴的妈妈？她是2013年9月13号去世的。她叫什么名字啊？死人叫什么名字要讲的呀？哦，死人叫周淑琴的妈妈。啊，对对对。他还不知道，你说这种人不是下岗的、哦、是一个佛友的佛友。还不知道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死人叫什么名字？名字他没告诉我。我怎么知道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师傅。好了，下去吧，下次再吧。名字都不知道。